我是手术直播间的主持人陈伟，我是手术直播间的主持人陈伟。陈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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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让郑医生来替你吧。胆总管取石手术我做过上百例，这一台难不住我。取石前林副院今天是怎么回事？胆囊结石手术不是三级手术吗？手术不分大小，任何手术都有风险。胆囊管和肝总管有时候会因为炎性渗出而改变形态结构，一旦肝总管切断，损伤不可逆。也就是说这台手术很难吗？不过我会胆道歉。去刷手。张老爷子已经90多岁了，万一有个什么闪失，我们医院交代不了，对您的名誉也不好。副院，院长说的也有道理，老爷子年纪这么大了，最主要的是我们不会胆道寂寞。我可以。赵主任，去告诉患者家属，林副院身体不舒服，要换主刀。回去休息一下吧。这台手术啊，确实比预想的要难很多。那郑仁万一要是拿不下来，你还要回来救台的呀。你别拿这些话来宽慰我。
时候真的很矛盾。作为医生，我是真心希望郑仁可以把这台手术给撑下来，病人可以平安地下手术台。但是作为自我，我又不太希望郑仁能够成功，这样起码说明这台手术难度的确很高，而不是我林哥老了。哎呀，不要这样想啊。我年轻的时候手术拿不下来，也这样坐在外面等，等着里面的人女娲补天。我那时候就发誓，迟早有一天我也要成为那个补天之人。后来我就真的成了可以补天的人了。那些个老主任手抖，技能落后，种种原因吧，叫我进去补台救场。当时真是爽啊。一晃三十年，轮回又开始了。手抖，技能落后的人变成了我。院长早。院长早。早。初见成效。贺哥，哎，回见啊！谢谢小鹏，谢谢啊！哎，没事。解释一下，这是长风耗材华北区总经理华莹莹吧？
跟你老婆关系不错，老部对海城的管理里，我最认同的一点就是，本院医生严禁跟医疗代表来往。是，院长，我没有。那刚才谁送你来的？是这样，那个我突然接到手术通知，公车又迟迟不来，正好碰到小冯了，顺便就给我带过来了。没收过回扣？没有，绝对没有。 王加分，你女儿一年上特长班要好几万，房贷要好几万，还有你老婆做微商，更是几万几万的囤货。可且，我可没有给你开这么高的工资啊！院长，您不是弄了一个排行榜吗？我去年跟了1300多台手术呢。有患者投诉，说你收了他的红包。哪个患者？哪个？ 家属说的不对呀，你调查清楚再说呀，院长。出去。院长，这些年我24小时都在手术室，没功劳也苦劳，您不能这么对我呀。我能。院长，有台手术在等贺倩。换人吧，他被开除了。为什么？触犯医院条例，与医疗代表来往，车接车送。老贺是麻醉科的老员工了。 技术精湛又能吃苦耐劳，做医生的哪个不能吃苦耐劳？口头开除是无效的，你去准备手术，我跟院长谈谈。不许去。院长，你是最看重数据的，你搞的那个排行榜上，老贺排在麻醉科的第一名，就因为坐了个车被开除。 不至于吧？还有受贿？不是，有证据吗？拿出证据，我们按照规定处理。如果没有实证，我不签字。不是，去洗把脸，别让年轻人看你笑话。去准备手术吧，有我呢。不许去。 林副院，你要保他。对。如果我非要开除他呢？我们俩一起走。哎，使不得，使不得。作为副院长，我不能及时劝阻院长的一意孤行，也不能维护自己同事的合法权益，更不能对现有的荒诞改革及时喊停。我这个副院长，当的还有什么意义啊？好。 你和他的辞职信一起呈上来。院长，院长，夫人，我哪知道您为我做这些？他会后悔的。 下午突发大凹陷，拍了片子，是肝硬化导致的。我怕看错了，所以请你们过来。失血性休克以肝或肝硬化时代长期。是的。还有顽固性腹水、胸水、电解质代谢紊乱。我看他之前做过皮切除和门隙静脉短流术。
对，在救护车上采取的是保守治疗，三组静脉止血药物，再加上口服正渗冰盐水。三组止血药物，剂量了。他们也没敢再加，怕没效果不说，脑梗、心梗等并发症一旦出现，更加棘手。现在还有什么办法？只有两种治疗办法，一种是皮切术，他老已经做过了。另一种呢 ？Tips。Tips。是一种介入手术。给郑然打电话。来了，坐。先看看资料。患者潘石海，尽早打过去。乙肝后肝硬化时代长期，做过皮切除和明细静脉断流术，建议使用 TIPS 手术。他的肝硬化是喝酒导致的。对。爸爸，嗯，那你为什么选择养仙人掌？因为仙人掌能给爸爸减压。医生啊，是一个压力很大的职业，需要有各种减压的方式。有的人选择酒，有的人选择烟。就像爸爸的老师，他就喜欢酒。他年轻的时候可是拼命三郎，天天手术，从不休息。我就问一个问题，李爱芳手术的时候潘石海到底在不在？他在。怎么样，郑仁，这个手术你能做吗？这个手术，你给我做助手。我？为什么？我知道你，你学习。什么？你不是一直在练习介入吗？谁说的？虚拟手术室里的电脑记录说的。怎么，只敢挑战电脑，不敢实战？有什么不敢的？就让你看看什么叫做苏萨林格，任何手术看一遍就会晕。好，我们准备手术吧。嗯。嗯哼。哎，等一下。怎么了？你真的要上手术台？嗯。干嘛？怕不行啊！我拿不了手术刀，我还拿不起胃刀丝啊！你也要转介入？我只是想做手术，你知道的，我一直很想做手术。好，那就放心大胆的去做。有证人在。这花儿姐，怪不得林哥生你气呢。你知不知道这句话对医生来说有多屈辱啊？他觉得屈辱是因为他并不在乎患者。当被证人救回来的患者换成潘老的时候，你还会觉得屈辱吗？你只会感激，幸好有他在。急诊 TIPS 手术，患者一旦呕血出现呼吸，就会直接要命，大家注意些。颈静脉穿刺，治管，你可以吧？放心吧，我做过很多次了。他的肝硬化是喝酒导致的。对。医生啊，是一个压力很大的职业，需要有各种的减压方式。就像爸爸的老师，他就喜欢酒。他没什么好朋友，也没有好老师，我们都不配。
是的，是。我在教科书上看过这个手术，大家都认为肝静脉门静脉穿刺很难完成。性质的刺激，人为无法避免，我们只能趁着患者呕吐的间隙，快速操作。因为这样就可以避免短期栓堵，那对你的要求不就是更高了吗？呕吐物泄，快泄气！先别泄，给我10秒钟。血氧在降低，郑然。先泄呕吐物吧。郑仁，他脑袋不行了。我就问一个问题：李爱芳手术的时候，潘石海到底在不在？他在。郑仁，快！郑仁。爸爸，你做医生的准则是什么？治病救人，永远第一。位置到了，苏玉。成了，快吸口毒。手术完成，太漂亮了！能看到这么精彩的 TIPS 手术，简直太过瘾了。治病救人，永远第一。
彭家确诊为咖啡因摄入过量中毒，愿赌服输。你想什么时候喝酒？现在。8点，老地方。我今天晚上捏半个胃都能喝死你。一辈子吃不上四个菜的货，姐等你。喂，小芳芳，怎么样啊？我出马还有打听不到的事儿吗？南海三院的哥们儿都说那个证人很厉害，出了名的拼，做起手术来不要命。大家都觉得他那样的人啊，活该厉害。毕竟是个孤儿，全靠自己闯。他是孤儿啊？对啊。哦，对了，有小八卦，关于他爸，他爸叫庙，他叫仁，他俩加起来，绝不。哦，他爸也是医生啊，叫郑庙。不是，他跟他妈姓，他爸姓陈，陈庙，郑仁，妙手仁心，多有意思。喂，你说今天要喝服务啊？就这？要不是我心情不好，你以为你现在还能坐在这儿看着我呀？在犹豫转不转介入？介入？转什么介入？我有一个朋友。也算不上朋友，你们也没那么熟。哎，那后来慢慢相处呢，我觉得他是个好人，大好人。但突然有一天，我发现他一个秘密，他的出现有目的，我看不上他，我也不知道我该不该继续信任。要换是你，你会吗？每个人都有秘密，有些秘密只能独自承受吧。当这个秘密被说穿，你们的关系就会发生变化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会想清楚能不能承受这种变化，能承受就说，不能承受就不说。月儿，那你的秘密是什么呀？跟我说说。虽然一直没说过吧，我学医是受你的影响。这么恃才傲物的家伙，是什么东西
让你愿意投入所有的热情呢？我没忍住，也跟着看了看。我才发现，你能看到整片星空，而我只能看到近在咫尺的一点灰尘。也许我成为不了像你们这样的开拓者，但是我可以清理好眼前的这点灰尘，让生病的人可以透口气。这就是我学医的意义吧。所以我一直有一句话想对你说，谢谢你，苏月。是我，笑什么？你是不是喝不过我就服了？来，接着喝，来，来。月姐，云哥，怎么了？急性酒精中毒？他说非想喝死我，我也没办法。来海城十多年了，一直承蒙你和老院长的照顾，很感激。现在老院长退了，不管事儿，你也走了，海城变了。你不在也好，你在我还不好意思。走了，老婆。听说十几个主人跟着林哥一起跟你试牙啊？嗯，那现在怎么办啊？急什么？一朝天子一朝臣，我有心理准备。之前也留意过不错的医生，招新人就是。可林哥掌握着大量 VIP 客户资源呢。那又怎么样？每家医院都有自己的定位。自从潘老退后，海城的骨科就不行了，就是因为没有了独一无二的技术。但现在我们有肝癌介入栓塞，有 Tips， 以后的海城就是要打造名医品牌。是众人给你的自信吗？对，这就是明星医生团队存在的意义。我可以和他们谈一谈，不一定全都能留下，但至少拖一下就好。拖？他们辞的有点早，我的候选医生还没有找好，所以拖一段时间。你想把他们全辞了？这并不是我的初衷。我绞尽脑汁参考国内外的成功案例，想让他们有竞争意识，不要躺在功劳簿上混吃等死。现在是 APP 信息透明化的时代，如果不与时俱进，如果不做出改变，
注定会被淘汰。你想的没有错。所以，我给过他们机会，但是他们并没有把握，还质疑我对证人的培养。他们想赶走的是证人吗？是我。你还是坚持要医院。我可不是遇事逃避的人哦。从我决定改革的那天起，我就知道这帮老人一定会闹的。我培养证人，全力支持介入科，为的就是这一天。只要有证人的金字招牌，我就不怕他们闹，更不惧怕他们离开。说起来，还要谢谢你，给我留了一个这么好的学生。花姐，证人是陈淼的儿子。